光他，来不可收拾。曝光他，曝光他，他私底下就是这样的。他私底下就是这样子，就像很疯癫的一个人。曝光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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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嘉诚，曝光他，就是这样邋遢的人呐、这就是我们的家乡。曝光他，曝光他，曝光他，多少年碰过了，我不要了。这个也碰了。到底谁流氓啊？再吃次药吧。来，你这右手哪儿去了？也许多玩几期我也不错。哦，看来是真的是把兴趣吊起来了。哦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玩。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来的。那我今天录的是外景，其实跟我看的棚里面录制的其实感觉又不太一样。是的，所以现在其实我内心好激动，我好想参与一期棚拍的这样的一期。好，第六季预定上。肖战对别人曝光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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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曝光他。肖战对自己，公司是公司，公司说剪掉，剪掉。我现在很累，很累。开玩笑，剪掉，剪掉这句。以后想挑战一个 BT 的 X杀手。哎，我还是把 X 两个字说出来了，逼掉，逼掉，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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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这句。其他的边境。爱你的事情说了千遍有回应，暗恋的丘陵记住不必浪入侵，我却敢专心分辨得出你的声音。我当时发的是 A 站，那有 C 站吗？它好像有很多，有 A B C D E F， 就好几个字母全有，但是不同的门、不同的门类。那谁是肖战呢？饰演什么角色最具有挑战性？跟我反差比较大的吧，斯文但是又有点累的，在列车上面很斯文的一个凶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灭霸跟黑豹的结合，你看，灭霸就是我，我就是灭霸，杀的一个是一个，所有的家暴男都应该死。